好了啦，我箱子真的大爆满。你 Hello， 多盖几个箱子啊。好，来吧。底下先放一个砖头。哈？一个砖头啊。或是要盖大一点也可以。所以我刚才问你说你有几个砖头。黑胶砖、哦。还没做。我来，要做几个比较好呢？全做吗？不用全做，拿捏一下，需要再做就好了。再做个一二三，我有六个，四五啊，那应该够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吧，那你做个二乘二的吧。二乘二，先放。我想想哦。好。如果我想要放东西，那可以放个，不是，好像你好像老师要考试，你知道吗？我在监考而已，我没有要干嘛。是啊，放哪个放哪个。那一定要凸出来吗？一定要啊，它要围着。这样一定要凸出来吗？错了，它的孔在这里，出水口在这，入水口在这。哦，我要怎么把它转方向？它没有。你就不能、哦、就面对它就好，你不要侧面它。翻了，来，我教你。你就面对它，放上去就好了。我刚刚面对它，它没有放在我想要的前面。不然你就站远一点 啊，这样子。我放的时候，为什么会转一下再放上去呢？有哈？啊，是吗？好好好，你偷看我。来，再一次。没有，我在看你直播啊。关台了，对啊，就这样就好啦。你刚刚有动到哦。我真的。我刚才就看你动了一下再放上去。那再就是放，是不是？再来还有他的心脏跟大脑。那我不够。我回去拿，反正你盖出来了。等等，所以其他是随便放就可以吗？对，只要让它围起来就好了。这个是，我想一想哦，等一下哦，这个是大脑，这个是心脏，心脏就是运输。我要放东西的是哪一个？大脑。这个控制器，对，因为这边还缺三个方块，我来弄。好，我回去帮你拿岩浆。我有，好。你有岩浆吗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到底有没有？ Yeah， 有了，它有了，是不是棒棒的？还差三个砖，对，我弄完了。然后，你岩浆都去哪里捞？还是不是有什么可以？你就你怎么那么多啊？这个是我们就是带回来的啊，去地狱带回来的。不是，就挖矿挖一挖带回来的。挖矿？呀、yeah ，挖矿有哦，就你弟弟可能会挖到岩浆湖，就带回来就好了。地狱也可以啊。我今天怎么教你？你今天就跟我说要放东西，可是我要那个叫做那个一次性模具是什么？粘土。老师，粘土，你烧粘土进去。刚刚砖块应该可以烧吧？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你烧烧看。好事哦，不行哎，拍碎了，它不动。没关系，这可以做花盆。我的 Siri 怎么跳出来？ Hey Siri， 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叮叮。Hey Siri， 关机。关机。他会说这个我不能帮你。所以现在没有那个一次性的。现在。你粘土应该都弄光了，对不对？有，我身上有。那你就丢进去啊。烧粘土。丢进去啊，因为你现在没有金。好的。
好可爱这个。然后下去会变成血吧，对不对？真的、哦。真的啊！不要下去。哦，还好还好，他没烧好，他没烧好。他一烧好的时候，你下去会扣血，然后你的锅、你的炉子里面就有杂质了。就有什么？杂质有血。然后就坏掉了吗？不，你会看到你中间有多一层东西。的锅子里就有一条一条东西、哦，好了，所以不要乱跳进去，就是。对啊。然后我记得我就是要去做历史的，可以吗？还是做？可以啊，只要有个样子就好了。要个样子。石头就好了。这个。摸口那个炉子好危险哦，怪物也会走进去。哎、欸，他应该会加高啊。不要怪我！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？这里是什么？在实况吗？这是游泳池吗？我其他也可以做吧。这个游泳池温度好高哦，可以调低一点吗？我在流血，好痛哦！哎、欸，对。再来，你可以。老师讲的我都有在听。再来，你可以烧铁了。哦，好。嗯，不要教 Moco 做什么铝合金那些，因为他现在没有铝，他没铝。我什么都不会。他是美女。他铝只有一个。什么鬼？哦，那天啊，就是美女。美女。去帮你找铝好了。不是美女，对。美女，好说话。好好说话。很难啦、啊，很难好好说话。然后你如果还是缺焦黑的话，你可以烧鹅卵石，鹅卵石也会给。要用这个炉子烧吗？对，用那个大锅炉烧。烧鹅卵石。他给你焦黑的。这是铝吗？鹅。真的好少哦。那是旋转木吗？什么鬼？啦啦啦，嘟嘟嘟嘟。哎，我去烧烧铁。我有铜哎、欸。烧啊，也可以烧啊。可是铜跟铁哪一个好？铁。铁，哎，我看错了。哦，我想要重登呢，因为我现在都是英文的。好啊，很久哦。好，可以，我相信我电脑应该。我也曾经这么相信我的电脑，真的是不是？对。但他，我们一起祈祷他，还是不争气的，要爆炸。但是他很不争气的，很慢。不行啊，我觉得，我们要给他一点希望。嗯，我们对事情就是要抱着一种，对。You know. Oh no！ 来，我们看看现在是39分，我们看他需要多久的时间会把我的材质包载入。让我们看下去。我们要相信他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哇，峡谷哎、欸。播放速度，循环播放。等一下哎。啊，我去拿我的黄金给你好了吧。不要射我啦！走开啦！你没被锤子敲过头。可我有。锤子，锤子。好好说话哦。对呀、啊，好好说话哦。好好说话哦，不然用锤子敲你头。晚安，晚安，睡觉晚安。哎、欸，你们来猜一下聊天室，我们要需要载入多久？
在哪一个材质包还是语言？材质包。哎，语言要调吗？语言不是已经调过，还要再调？对啊，我只是问一下。材质包哦。终于中了。欸、好了、哦，骗人！啊，你好了、哦，欸那么大声，没有，我曾经一度以为他好了，结果我按一下，还没好 ，OK。你为什么要骗？因为没有，他会那个亮一下。对啊，他刚刚就是给我闪一下，我以为他好了，你知道？我懂。他欺骗我。你被骗。十分钟，十分钟。好的，电脑大概八分钟吧。哎呦呀！这么久吗？不行，整点气好不好？以我的专业看来是十五分钟，真的、哦。好啦，反正我们就聊一下天啊。对啊。然后会不会到关台前都还没好呢？今天就不用玩了。不会啦，你回来就发现这世界又变了。又是新的世界，什么樱花树不见了之类的。嗯，总之，退曲在吵什么？没有啦，他们在斗嘴吧？哦，不用理他们，他们这是日常在斗嘴。嗯，他们是感情好。对啊，我退曲的干爹们。哦，怎么了？喜欢偶尔斗斗嘴，培养感情。啊、嗯，哎、欸，好了，可以。太快了吧？不正常。你怪怪的。你不正常。不正常，重来，重新，我不信，再猜。我们花了四分钟，三四四十三分钟。验票。验，重新验是不是？宰材质包无效。宰材质包无效、嗯，不正常。哎呦，要求重新验票，然后载入中宕机，要求重新宰材质包。你知道吗？哎，不知道。我曾经就是在我楼下就是店里的电脑，想要试着打开这个模组，然后我大概连就是先载入这个模组，就等了半小时，然后想可还卡，算不算了，关掉，然后再给他一次机会，然后过了半小时还是不动啊，我还是关掉算了。下雨了，对，三分钟。嗯，啊、我先到电话群啦，拜。好，拜拜。好饿、哦。我也闪啦。他也闪了，我也闪了，我也闪了。好，拜拜。我想一下哦。你，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、欸，下雨就没事吗？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嗯。再来，你就是先把你的稿子升级成铁的吧。啊，你不能升级。对啊，我刚刚还想要查说。但你不能升级，你首先要先做铁砖。你现在挖了几个铁？23，来，我的刚刚里面挖到也给你，够了。那我是要去那里烧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在这边丢在这边烧比较多，对不对？两倍啊！再来就是你去做那个，你还够吗？你还可以做一个什么铸造盆有吗？铸造盆哦，嘿，嗯，那看一下，应该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，没有，都是。我都有三个，没关系啊，我去拿给你。它是我这里有粘土哎、欸，它是要粘土历史，可是历史跟不然你烧烧石头也不对，我先去拿模子给你好了。咦？顿顿，平常顿顿是正常的吗？今天吗？不会啊，因为你刚登录会顿顿是正常的。哎、欸，是不是那个合成站旁边的箱子可以放几个啊？还是它只会对应一个而已？
你就放大一点箱子啊，只会对应一个啊，就它有它连接到那个。好的。哎，到哪个？嗯哼嗯啊，超多东西。啊，上这个历史。哦。但是居然不一样。矿石。来了，你先做个焦黑啊，给你月级啊，给你。嗯。你先做个那个铸造盆。铸造盆哦。对。嗯，我是超过了，我超过了一个就好了。哇，它里面的材质的东西好多。哎呀。我的聊天室终于正常了。怎么了？没有，因为我会开个小视窗看聊天室，可是小视窗刚刚只会显示退群，现在 YT 退群都显示好了。啊、太好了！铸造盆做了吗？嗯。好，挖掉。挖哪一个？下面这个，这个。啊啊！不、啊！这边。刚我们今天试过的，放这边。哦、对对对。然后再做一个。Okay. 手持工作台，嘿，拿出来，然后做一个那个花盆的样子，好酷啊！这工作台真的很棒。好了，等一下，再来就是你要先确认铁有没有在下面，铁没有，对，点它、啊，好，把它烧出来。嗯，这样这个哦，对，就这样烧，这样出来会是什么？铁、哦、砖是不是？对，哦，我懂，这样子会比较多吗？没有、啊，它就是里面已经是两倍了。那我拿出来自己喝，一样啊，也是一样，但是你现在就是没有那个模具，你这边要有定的模具，哦、来，你再丢铁进去、嗯，因为现在还是差一点点。把刚刚挖到都给你。来，再来就是我越级了一点的东西要给你。哦，你看我可以啊？什么什么？可以啊，这样可以啊。是。是。你刚给我什么？还没。这个金矿。是什么？哦，好、啊，你要给我。给你啊，没差，因为我们前期真的这个真的不缺金，真的太多了。哦，对哦，你们。啊，你等一下就是要小心。你等一下先，你身上不是有砖头吗？红色的吗？对，红砖头。有。放上来、哦。我是不是可以放一个？对，它就是定的样子，所以你可以做成定的模。哎、欸，不是这个。对，这个。嗯。這個、对，这个。那等一下就是金烧好之后，你把金移到下面。哦。嗯。烧金吧，然后铁顺便烧。我要铁，我是不是把这个弄满？对，弄满。然后量，莫大哥，什么东西？不先做稿头吗？等一下，稿头早就做了好吗？阿伟，把、啊、是吗？啊？等一下，模板吗？模板已经做了，它只缺这个一次性。对，等一下、哦，我现在慢慢来，你先不要紧。是阿伟，好，对。好了，你等一下。把金跟银一起烧会变成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忘了。那再来就是，你看你缺，等，也是可以、啊。你先把它拿起来。也可以。等一下，不要冲动。你先再把金继续烧成锭。
用成地弄出来算地呢？对对对，你点右键对，那可以烧两次，然后再等一下就是，哦、这是蛮快的，对啊，其实很快，那再来就是还可以，哦，那就用啊。因为你刚给烧六个嘛，可以总共做四个锭，一个锭就是一个矿可以烧两个锭。嗯嗯嗯，对，一样的道理。然后我要烧这个砖，对不对？烧砖，你里面剩下是粘土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里，我刚刚就是要讲这个啊。哦，铁锭也没关系啊，反正你这样拿回去烧就好了。铁啊，不是啊，砖，铁砖。你就继续烧铁砖啊，嗯嗯嗯，烧到你有两组对吧？四个铁砖去升级你的工作台，好，就可以做，你就可以做锤子了。金包银是什么？打字搜寻，是可以打字，可是因为我们不是有那个吗？打字切换输入法会有那个。对啊，我们切换输入法，快捷键跟包包会对调位置，很麻烦。嗯。晚安，晚安，拜拜，晚安。给丢回去杀。金包银是什么鬼？还要做好？一次性的，你还要想到什么？哇！哇！恭喜你得到一个锭。再来吧，反正也没办法了。好烦哦！我每次都是点到他，我转到。就这样，拿起来啊！哎呀，缺一个，这不知道做不够。今天还要几点？不知道，十二点吧。关台后继续教 Moco 啊，是这样而已。我到十二点半。哦，那我也到十二点半吧。好。噔噔，一首歌，什么什么一首歌？等他冷冷。你会唱台语歌哦？我会啊。你会唱台语歌哦？会啊。那你会唱金包银吗？把人的性命，是恐金哥包银，你会吗？会啊。那就好啦。哦，每次我跟小雨开台，我们两个台语特别多。真的、哦？对啊。那很好。那所以很多香港啊、马来西亚的观众都看不懂、听不懂，很难过。像剩下这些，你就可以，如果不要，就是全部烧成锭，就不要浪费。我 DLC 套装，我需要一个哪个焦黑？焦黑是什么？哦，都可以。一个工作配装台。对，这个就是你把这个拿起来。那我要一个。哦，那我这就不用了。就没有，它是合成的，要的东西，它要放在中间。不是，我说这个原本这就不用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它就可以升级上去了。OK， 打。我刚用那个木斧，它三个都挖掉。好、哦。来，你就在工作台，手持工作台也可以。你要三个焦黑。没有砖。我砖。就是那个。焦黑砖吗？等一下，它很像，它可以用这种吗？它可以用它可以用焦黑石砖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他只要三个焦黑石砖。铁锭，不是这个啦，不是这个。你要什么？是这个是不是？你现在要做什么？我要做那个啊，工作台啊，工作台啊。嗯，它中间是用工具配装台。对。工具部件哦，我刚挖错了啦，难怪。哦哦哦，我还想说什么？我缺什么？它是要磁钢块。
没有没有没有，不用理他，都可以吗？都可以。哦，所以他不能用焦黑石？可以啊，上面是焦黑石的东西。嗯，上面三个焦黑石。你放工作台，我看你怎么合。我本来是想用合成表点啊。哦，没办法吧？不行吗？这样啊？对啊，有啦。为什么他刚不用做？难过。好了。好了，你就可以升级成其他东西了。耶、yeah, ，那我要你把你刚刚的稿子放上去。这样。不是不是，要点第一个，要点第一个，第一个有锤子跟铁针的样子。嗯，对，放中间。哎、欸，放中间，然后这样这是碎石嘛？来，然后你在刚刚、嗯、不是有一次性搞磨高那个的吗？嗯嗯嗯。来，你放上去，然后铁烧下去吧。啊、这个给你。然后等它起来之后，然、哦、后直接换头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直接把头换掉就好了。那我来做，对啊，这样子吧，对，哎，换吗？这样子。有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先看一下它介绍，第一个就是变成铁，有吗？铁镐。然后你看一下它右边介绍，你换上去之后挖的等级是可以挖到钻石。对，如果你看你这个没有的话，这它只能挖铁。嗯。好了。这样就好了。叮叮叮，这样就升级了。我要。再就是你可以先把钉弄出来吧。好。你再就看要不要升级，把它变高或变胖，一次可以烧更多东西。哎，那你说我要如果要烧这个焦黑的，你说可以用鹅卵石是不是？对，都丢进去。用鹅卵石烧，嗯，它会变成什么？焦黑石，不是焦黑石，焦黑砖、嗯。所以你，因为我这里是不是可以换？也可以啊，都可以。把它换成那个。没有，你它也可以一次用这个道。哦、这个道出来可以放上面吗？不，没，我不知道放上去道之后应该是不给你道啦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哎，来你。它倒出来就是这个焦黑砖块，但是如果你要用成玻璃的话，一定要用这个。哦，它倒出来是直接是，哦，嘿，所以你会看不到里面在烧什么臭臭的，臭臭的。你说那个玻璃那个是哪一个？我看它玻璃好多种哎、欸。好看的玻璃吗？嗯，还是它都可以其实。都可以，只是丑不丑的问题。对，好，丑不丑的问题。像我家那一片很大片，很好看的是，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又超过了？哎呦，我又超过了。叫什么？嗯，我知道，是不是焦黑容器？不是，焦黑容器是放液体的。啊，不是、哦。我那时候也做很多。焦黑视窗。你为什么找不到字啊？可恶，在哪里啊？我、哦、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好惊喜，好意外，恭喜你啊，庄家！好像是焦黑玻璃。玻璃，我们看一下，中间这什么？玻璃一个，普通玻璃就可以吗？对。谢酋长的熊熊。我回去看一下好了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改名字？我回去敲掉看看。你不要改名字，然后送我东西，然后我每次叫错都很尴尬，很烦。对，焦黑玻璃，焦一个玻璃就好了。好，就玻璃好。可以不要。我就说你不要一直乱改名字哦。对啊，你们不懂那种叫错名字多尴尬、啊，还认不出来。啊、蓝天，晚安晚安晚安，去吧，去睡觉，赶紧去睡觉。哦，
啊，这么吵，浇黑石头，然后呢？十字架，然后中间放玻璃。啊，不是，我是说我融出来那个就叫做这个哎、欸，它能做成，它四个能做成那个吗？等一下哦。砖是砖吗？可以啊。看一下它可以干嘛？它那个锭烧出来就是一开始的那个啊。不是不是，我是说倒整块的那个。整块的。哎呀、啊，就是。哦，它可以，你放在工作台上。嗯。不是，放在自己是包包上也可以。你放上去、嗯，然后右边拿出来，再放上去，再拿出来。哦，为什么？它、哦、分解的概念是不是？那就这样子啊。好、哦，那嗯，怎么了？哦，没有。那我就是、你可以现在继续拓宽它。对啊，所以我要，哎，我有这个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那个手持工作台，然后每次都忘记用。对啊。对啊，我刚刚也好像好。为什么？哎，想去哪里？为什么我可以坐在你头上？因为什么鬼？这个包包是可以把生物搬走。先拍个熊熊，为什么这个熊熊在聊天室有没有去背啦？哦，太丑了，等下我要截图。嗯，不是，我要去跟公司反映，说这个熊熊没有去背，太丑了，无法接受。我想要把它，哎、欸，你们应该也是2×2吧？我觉得2×2好像够大了。我是3×3，不过之后会改。3×3可以用，你还要这个哦？我会改横的啊，一个墙壁的感觉。对。记得不要敲掉这个很像熔炉的就对了。有。我知道，我还记得。3×3，我很怕有怪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我有做一个这个，哦，这挖好快啊！这里不用吧？这也要吗？你要2×3哦。这2×3，哦，没。哎，拍死拍死拍死！你已经挖了，对不起。嗯，这样多少？3×3了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这样是3×3吗？这样对不对？然后 ，OK。然后这就你干嘛？嗯？这边不用啊。这不用，这里要用什么？你看要排一口还是这个放这边就好了。哦，对吼。那我想要。再一个排一口吗？不是，那个口，我这样口，我想要换位置。可以啊。那我是不是要去做那个？嗯，看一下。也可以做5×5，太大啊。乘五太大了啦。我记得最大不是3×多少？11×11。11×11超大、欸，所以你的目标是11×11。没有啦，我大概是3×8吧。3×8。对啊，我只是要一片墙，这样子我就是横着东西交一交也比较方便。嗯，谢谢八天的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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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我发现有免费的按钮，就按下去了。感谢灰订阅。排一口，我是不是这样做？再一个啊。这个直线的等于啊，你不够的话，赶快趁现在赶快烧啊！这样子。不是，我是说那个，